注意，互联网营销研究院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呢，江江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创建 Shopify 的产品系列 （Product Collection）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产品的页面，点产品系列，右上角创建产品系列，然后填写这个系列的标题。 要注意，Shopify 有两种创建系列的方式：手动的和自动的。手动创建呢，需要在产品界面里头手动去修改；自动创建则是会自动抓取产品的信息，自动创建分类不需要手动操作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创建一个用手动分类的系统，在产品系列里，这里点手动。 然后呢，可以给这个系列上传一张封面图，点右边的添加图片，上传好，点保存。那么这个产品系列就创建好了。手动的系列创建好之后，需要在产品页做一个分类。 那么，我们点所有产品，在页面的右边找到产品系列，点击选中我们刚刚创建的系列，然后点保存，这样产品分类就做好了。大家快来试试吧！ 还有更多的做 s h o p i f y 电商以及海外互联网营销的技巧和方法，我们会在美东时间每周六晚八点的直播课里为大家免费分享。想学习更多的跨境电商知识，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chuytraining.com 和我们公司的网站 chuygroup.com。